大家好，我是威伦。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个非常特别的产品啊，这个 Samurai 的三线。在我身边有这个马来西亚最畅销的这个车款 X70。这个三线有什么特别呢？马来西亚很晒嘛，对不对？第一样东西你们要安装的就是丁灯嘛，丁灯安装了过后，但是阳光还是会射进来。那么阳光其实就是光而已，它 UV 已经隔掉了被丁灯，但是射进来是光，太亮。里面，所以我们有点不舒服的感觉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安装这个所谓的这个三线。这个三线呢，其实就是把它挡光。OK， 最主要就是你后面载孩子也好，载父母也好，你们自己驾车在市区，时常待在车里面时间很长。马来西亚，你照到那个太阳，你看，现在挡一挡，我拿这个挡一挡啊，有 feel 这样子，多暗一点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现在就要安装这个 X70 的这个三线给你们看。而且它特别在什么地方呢？它特别呢，在于它的磁铁。会比较大，比 normal 的还要大，外面的呢，其实它对这个磁铁的就不是那么讲究，那么你一开窗的时候，它就会飞出来，这样子非常漂亮，如果在我们这边的话，我们可以试一下安装给你们看，其实这个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开箱了 ，OK， 这样子，好来 ，OK， 今天我们做的这一片呢，就是全车系做到完了，不管是旁边镜子有的玩，跟后面镜子有的玩，当然是最前面的大镜是不可以的啦哈。OK， 各位不要那么傻，不要前面去啊那个这个东西，它是没有出佛前面大镜的。OK， 就是旁边有的玩跟后面，所以这次我们的这个是 X70 的最后面的镜子啊。OK， 我要跟大家强调一样东西，上一次我在做这个视频的时候呢，就有人讲说，哎，你的这个 clip 没有给到我，你的这个 clip 没有给到我。其实呢，在市场上95%的车呢都不需要 clip 的。因为什么我们加强了这个 magnet， 这个 clip 是不需要的，只有 certain 车款需要。所以你们买的时候，你不要跟我讲，哎，这我没有给 clip， 我没有给 clip， 我的车需不需要 clip？ 需要 clip 的，我们就会给你 clip； 不需要 clip 的就不需要，知道吗？所以你们购买这个的时候就不需要那么操心啊。所以你的车如果是需要的，它就会自然付给你这个 clip 这样子。否则，辆 X70 其实是不用的。因为它边框的那个所谓的可以吸铁的地方呢是非常强的，而且我们吸铁的能力是很够力的，所以不需要到特地去特地按那个 clip 上去。其实按 clip 也不是说最美的那个方案，最美的就是 plug and play， 不需要加任何东西，这个是最 perfect 的。OK， 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按旁边镜子先了。我要给你们看它的吸力有多么强，它根本就是不会掉下来的，看到吗？哇，我爸还需要力量，看到吗？所以这个磁铁是非常强大的，看到吗？它的磁铁很多块，所以我们安装这个车根本就是很容易，这样子搞定。所以只需要吸，这样子把下面推进去就搞定了， fit fit 美美。中间这个呢更加容易，因为我们已经是做到 plug and play， 不需要这样多东西啊。你看吸在上面，然后这样子推进去。所以各位，这个窗口很明显是不需要 clip 的，因为它是真的是 fit 锁在里面，看到吗？这个完美的曲线 ，OK， 这样子 fit 下去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到后面这个小镜子，这个小镜子很简单，放下去，你这样子对准了，连这个小镜子都有一个，看到吗？塞进去 ，perfect， 在后面的最大的镜子，最大的镜子怎么安呢？很简单。你看啊，这个 curve 跟这个是一模一样的。OK， 我们先塞一边进去，塞一边，这样子塞进去。哎，所以各位后面的镜子呢，就完全给它安上去了。这样子也是好。当你拉了这个过后呢，如果你有些东西在里面啊，你不要给人家看到，其实是很好的一个。不要那么容易给人家看到里面有什么东西啊，因为我们盯得太黑也不可以嘛，对不对？马来西亚报警的案例还是非常多的，所以就是这样子，看到吧？这个是 fit 的整个，所以大家从这边看进去，你看一下，你看不看得到？看不到啊，防盗。好，我们现在把剩余的镜子全部给放完上去，然后你可以拍点 beauty shot， OK。好，各位，这一次就是一个所谓的 Samurai Shed 开箱，给你们知道这个东西啊，不管你是什么车型，其实不一定只有出 X70， 不管你是多大 Pro 多什么车都有出的。
OK 啊，尽量大多数我都有出了，如果没有在里面的话也没有办法。OK， 这样你要买的话上哪里买？你只需要上到 bingbing.com 就可以购买到这个产品。甚至你在我们这边有什么好处呢？第一，价钱肯定比外面更加实惠，因为为什么？我们有送 free gift 到瓦棒。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购买这个 Samurai 三线的话，可以上到 bingbing.com。 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你们可以尽量留言，我尽我所有的能力去回答，好不好？就这样子了，祝大家有个美好一天。我是 Willen， 记得 subscribe 我 YouTube channel， 我们下次见。